饶了你可以啊，先跟我说说陈凯的事儿吧。这都可以啊。 没想到，这种伎俩还真会有人上当。有那么多处破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一般人受到惊吓，很多都会失去理智，尤其像这种内心有鬼的人。现场那么多线索，就没有人发现真相吗？全校的人都以为陈凯是得了抑郁症才跳楼自杀的。这件事情。 我们瞒了8年，你们的良心怎么能过得去啊？过不去。我们以前就知道，陈凯是单亲家庭，是他的妈妈把他抚养大的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想找到他的母亲，想弥补我们的过失。可是，怎么都没有他母亲的消息。最好的弥补方法。 就是去自首，我不敢去自首啊！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很愧疚了。他又来了，他肯定又来了，我求求你们帮帮我，肯定是郑凯花的鬼魂要过来杀我，过来要杀了我们啊！ 这张照片，双目带上，面惨如雪，是吉凶之兆。冤魂索命，恶鬼闹事的说法，看来不是假的。人体组成的元素有60种，没有一种叫做鬼魂。谢谢你啊，走进科学。让一下。啊，老将，跟您打听点事儿。 陈凯的家人最近有来过吗？没有。这是刚送过来的祭品，现在就收拾。墓园有规定，摆在这里早晚都得收拾干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刚刚请朋友已经查过档案了，陈凯的母亲。 在陈凯死后，他妈妈领取了50万的保金，是没消失了。陈凯死了，他妈妈也消失了。哎，对了，他妈做什么工作的？之前原来是个挤奶工。挤奶工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他在哪了。您就是陈凯的母亲吧？陈凯的母亲曾经是挤奶工，这种职业极容易感染妇牛痘，手上会留下特殊的疤痕。
而在您的手上，我就看到了这种疤痕。还有，我们在刚刚问陈凯家人的时候，您竟然都没有问陈凯是谁，而是直接回答没有。这说明，您对陈凯的事非常熟悉。我为什么要在我儿子的墓碑上放这种吓人的照片啊？的确，没有哪个母亲会在儿子的灵位上放这种可怕的照片，除非这样做另有目的，比如专门提醒那些害死陈凯的人，让他们永远记住他们曾经的罪孽。他们是罪有应得。你终于承认了。陈凯既然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不能让他安息呢？来吧。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？你故意费尽心思制造陈凯死的假象，立了墓碑，就是要报复他们吗？对，我要报复他们，我要折磨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内疚，让他们一辈子活在深深的罪恶感里，让他们每天晚上吃饭睡觉打雷下雨都会害怕。可是陈凯没死，你隐瞒了真相，骗取了宝剑。可是我的儿子，他需要那笔钱。妈，我。所有的欺凌都是从自我膨胀开始的，如果张凯他们不觉得比陈凯高一头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看来你对欺凌别人很有经验啊。陈凯已经这样了，这事儿肯定不会是他干的，而且他妈妈用的是最简单的老人手机，根本玩不了电脑网络那一套，他们都没有作案能力，可以排除。那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作案的另有其人。陈凯没死，他妈妈又领取了这笔宝金，这是诈宝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给你查案子，给钱吗？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呀。哎，听你的意思说，又让我免费干活。年纪轻轻的，不要这么功利嘛！不要总是钱钱钱的嘛！你要多为社会做一点福利，是不是？看你这个骨骼很清奇，很适合做我们的保险调查员。我已经做的够多了，多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少拿这个东西威胁我，不给钱，别来找。你好，你好。
先生余额不足。你等一下。啊。这个是满2000减350，加上这个，我一次要付款2010元，减350就是1660，加上这个周五限时特价68折，要减去572，再加上新品促销和积分换购卡，要减去275，这个商品的价格是813。还真是。等一下。新发这么快。包哥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上次魔师比赛的事儿你可给办砸了，你哪还有钱还我？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想办法？那我倒想看看这500万你他妈打算怎么还。小子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豹哥的耐心可是有限的，你自己可以不在乎，也得替他的安全考虑考虑吧。先生还没付款呢。哎，你怎么又闯进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没想到你小子还养蚂蚁啊。蚂蚁的生命力最强，而且安静。我以为像你这样的小鲜肉就养点什么小猫小狗的。我说过了，我讨厌毛发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又买什么好东西啊？哟，乐高不错。又齐了。像你这样急着赚钱，然后又买这些小孩玩的玩具，你不会养什么私生子了吧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又来这干嘛？我说过了，少拿手机里的事来威胁我，我不干了。手机里的东西，你自己处理吧。是不是诚意满满啊？你别以为这样的话，我就会给你免费干活。只要案子结了，钱肯定是少不了你的。你这次又想干嘛？不就是你那好朋友罗欣吗？我现在急需一个像他那样的电脑高手。帮我点小忙，他可不好对付。所以嘛，这不才来找你的吗？美女，有事请你帮忙。哎，有事请你帮忙，美女，帮个忙。他开车的时候，谁都不会理他。神机的巴哈姆特之怒，神机的巴哈姆特之怒！喂，海洋堂出品，袁吉夫趁机解救。哎，10周年纪念款！喂，哎，你给个面子呗！喂，哎，快看看，石长英子啊！大错！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哎，石长英子。
日本手办界大神石长英子的经典佳作《植物少女》。哎，上面还有他亲笔签名，全球限量100件啊！这个还凑，看在年长的份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6月14号这个日期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太影响我们的注意力了。如果这个日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意思呢？阿帕波兰基调查法，没错，排除一个最干扰我们的线索，只留下一条线索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个日期是不存在的，那我们会从哪儿查呢？寻找共性，张可儿的车、海洋馆的办公室，还有辉宏的工作室，都跟电脑有关。所以，只要找到操纵电脑的线索，那就是能找到始作俑者。我现在已经登录了海洋馆的控制系统、辉宏的个人电脑以及行车记录仪的微型控制电路。如果说这三套系统都遭遇了网络攻击，那么一定就会留下相同的编码痕迹。我得检索一下这三套系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吧。可以啊。是希拉。希拉是什么意思？解释呗。希拉是一种新型的木马病毒，最近在暗网上很流行。通过这三组数据的比对，控制他们电脑的就是希拉病毒。不是，我还吃一个。继续。哎，那你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入侵的源头什么的。对方还算是个高手，隐藏了几次攻击路径呢。不过对于我来说嘛，也是青铜玉王者，看我怎么秀。青铜王者又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受不了你们两个这种眼神，你这是你有点鄙视。是圣斗士，谁没看过？青铜战士吗？找到了，蓝风酒庄。不，这些黑客在酒庄里面发动电脑攻击啊？对于黑客来说，在任何地理位置发动网络攻击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能连上网不就行了？那你赶紧现在查查那个酒庄里面能不能看找到什么线索什么的。对方已经物理切断了网络接口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不过我刚刚有看到消息说，明天上午10点有一家投资公司要去拜访这座酒庄。这家投资公司叫斐扬资本，明天上午是收购部的总监带着两个助理一起过去。伪装成投资公司的人有什么？资料上面显示，正好是3个人，一个收购部总监加我两个小助手，这不正好吗？凭什么你演总监？凭我是你的上级啊！演戏也得我是你上级。再说，红酒你懂吗？葡萄汁的发酵物而已，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不感兴趣。行了，别嘴硬了。一会儿倩儿，我去对付那个老板。你们两个去找黑客攻击的证据，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一定要抓起。Go。就是这儿吗？这里和外网切断了，要找到那台主动发起攻击的电脑才行。电脑？
小心，你要小心。虽然它是一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物件，但是一样也可以伤人的。你好，我们是斐扬资本的。啊，我是这儿的老板。但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约的应该是十点啊。啊，我们计划有变，所以提前了一个小时，下午要赶飞机，还请您见谅。我是，应该就是赵总监。我应该说的没错吧？采购部的赵总监，我是吴晗。吴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我这个助理话有点多，还请您见谅。他是个好助理。OK， 我带你们先参观一下我这儿。我这里啊，主要是做欧洲那些老牌酒庄，西班牙的、法国的最多。法国的品牌最多，但是西班牙的产量最大。啊，前面就是我的酒窖，是我的私人珍藏的地方，一般外人是不能进去的。但是我很愿意请赵总监跟我一起去参观。好，我跟你去看看。好，你们在外面等我。好的。赵总监，奥饼是五大酒庄之一，在国内虽然抵不过朗菲，但一样是顶级精品。奥饼是五大酒庄之一，虽然知名度在国内不及拉菲，但也是顶级精品。不错呀，千万不敢穿帮啊，呆子。来。怎么样？如果年份合适，这款酒有皮革和雪茄的味道，有雪茄和皮革的香味，年份刚刚好，可还是很